国会风云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首先要带大家来关注今天的政治焦点，就锁定在了准副总统萧美琴的身上。那么当然了，最近有很多的论坛释出了外交部所谓的机密文件，说呢曾经当过驻美代表的萧美琴现在要回台湾担任副总统了。那么呢，依照规定，我们平常一般人入境可能只能带1公升的酒，但是呢他的自用酒品希望可以申请免验。那么当然现在就被质疑了，这是不是算私烟案的翻版变成私酒案了呢？那么今天民进党立委洪宣汉也帮他做了最新的澄清，我们一起来听一看他怎么说。文件的真假其实还需要相关单位去做一个确认，但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近期的几个这样子的事件里面，重点是到底这个是谁在操作这样的事情，他有什么意图。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清楚，在520前恐怕会有很多我觉得意图其实并不纯正的单位，或者是这个幕后的黑手不断的要把这些资料，我觉得透过各种的抹黑、各种的扭曲，或者是不当的连结，就像这可以听到呢，就民进党立委跟外交部呢都认为这恐怕会是认知作战的一环。他们认为呢，这个驻外人员呢依法回到台湾，那么他们申请免查验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现在却被扭曲成为私烟案的翻版。他们认为在520之前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认知作战。不过外界都很好奇了，那么掌管的财政部官务署财政部又是什么回应呢？庄翠莹今天来到立法院是没有多做回应，不过其实前一天财政部已经讲到了一切都是依法来申请免查验，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是成为了话题的焦点。只不过镜头还要带您看到国会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司法委员会了。那么最近都在查国会改革案，尤其是520新总统上任之后有没有可能来到国会来做国情报告呢？那么现在呢，在光是这个改革案就在委员会吵不停了，招委吴宗宪就被报道出呢，现在他还会藏麦克风，怎么回事？一起来听看吴宗宪怎么说。那有关这个麦克风藏这个东西，只是觉得说当天可能会很混乱，那大家可能会麦克风抢来抢去。那另外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会担心霸占主席台没有办法发言。那各位也知道，这个议事录如果你没有用麦克风发言的话，议事录它是不会记进去的。所以我手上还是必须要有那个麦克风可以主持会议，啊，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希望议事能够顺利。可以听到呢，国民党的招委吴宗宪是强调了，因为现在国会改革真的是蓝绿攻防战，那么他不得不小心这民进党霸占主席台或是抢麦克风，也因此无限麦克风就成为他的目标。他认为呢，如果没有麦克风就没有办法被列进议事录，他还要主席议事，所以他自己一定会先藏一支麦给自己用，那么另外还有的8支麦呢，他可能就是要来给自家人甚至是民众党立委来使用，也因此他希望国会改革能够在这个会议期赶快闯关，也因此做出了这样的对策。只不过国民党现在要来想办法的恐怕不止在立法院了，包括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都讲到了，在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呢，透过了这个司法判决要来跟国民党追征8.6亿元。那么他说呢，很担心接下来国民党的收入或者是这政党补助款是不是通通都要归零了。今天主委有最新回应，一起来听听看。很清楚的说明，国民党的合法的收入完全不会成为未来被执行的对象，也就是说他提到的政党补助款每一年他都有领，我们都没有把它查扣，过去这样子，未来也是这样子。那可以听到党产会的主委澄清了，不会呢来把这合法的收入收归国有，那么要国民党不用担心，但是呢接下来就该追征的8.6亿当然还是会追到底。以上是国会风云的最新情形。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